白白啊，是就是大学大啊啊啊，所以后来嘛，差不多1980啊，84年多啊，变了大学，也是学这个英国的这个史作文啊啊啊，英国那个时候工专了啊，对，就一变就变了大学了。哦哦哦，很多这个Manchester U Law 啊啊啊，就是很多这个是以前都是工专的啊。那这也跟他受的英美教育的那个背景有关。哎，对。啊，所以他自然的就产生了这个想法。这里就是理工大学吧？对呀。啊，现在就来他那个老太爷。创办这个这个学校的，那么他是首辈位的这个职爵，那个时候是。开始筹备的时候呢，是1970年，那么又飞了两年，71年初，那么73年完这个筹备位就是完了。那么他就在写报告的时候，两年的时间，他们也就3年啊，做了5年吧啊，那么是。现在都啊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嗯。